点非常令人觉得你做了哪些功课啊？我现在开始看那个百家论坛的三重，哦，听的，哎，因为一开始我想说书真的太厚了，然后我最近因为在忙自己的唱片，我就睡觉之前，然后就开始在看那这样可以迅速的了解，个。我觉进得入相脉当搏。记得更快，因为透过老师的讲解，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古话，然后我比较快。因为我其实之前看过有很多这个古装的扮相，但是扮演这样的历史人物，之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如果真正的历史人物应该是上一部跟陆毅苏东坡演他的刘备夫人王府，但是非常的短。对，然后这一次就是算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历史那刚才你提到苏东坡的夫人这个形象，她是非常温婉的一个形象，是而你演的这个孙小妹是用梨刀强的女性角色，完怎全么完成的呀？女装好哎，怎么完成这样一个角色？我把我自己完全放心的交给武术指导跟导演。那天我去定妆的时候，他们已经说叫我要赶快就是去弄时间，要开始上课了，学习了。我记得前段时间你参加我安徽电视台的《追风启动》的时候，还说过你特别希望能够演一些具挑战性的角色，这一部分是吗？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尝试，我也希望给观众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大家看惯了我都是荧幕上比较柔弱的，对。但这一次呢，我是一张白纸，完全交给导演来画。好的。好，来，镜头还给你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孙小妹这个角色吧，你好觉吗？得一句话。孙小妹，好，吴哥又出现了。我原来觉得我有一点，个子非常应该紧张，都是在我个上。这个那个应该是聪明、美丽，还有英武。聪明、美丽、对，英武。对，最后还有柔情。柔情，还有柔情。我会做到的。